我不值了，我要上班了，不值啊。我需要一碗白饭。两瓶椰子汁，都椰子对不对？嗯，好。好，给你两张，下，哎，感谢你。对，两张。好。谢谢。谢谢。嗯。超级人多的上山菜市场。还要买什么？买点青菜好不好？超多的人，走，我们去逛一下。你要跟我去吗？玉米、青椒、韭菜，喜欢吃这个菜。空心菜好了，好不好？21把。龙须菜吃吗？龙须菜，算了，空心菜好了。再买一条苦瓜。你有没有想要吃的菜啊？没有吗？准备排队结账，大家都不爱吃菜，这紫色的高丽菜，紫高丽菜。就买这两个，其实家里面很多菜，但是就想吃这两种。这是我喜欢吃的，你没有你喜欢吃的吗？空心菜好。谢谢。冰甘蔗超好吃。可乐。准备回家咯。好啦，我们到家了，准备吃早餐。洗澡了没？真的。不洗手啦？你有洗吗？啊，没洗，我准备洗了。这是我们的早餐，两盒高丽菜锅贴。来，然后椰子汁拿过来。椰子汁在那边。哎呀。好，我们这样一颗的椰子汁。天气热就喝椰子汁。你喝啊。嗯。我要干椰子汁。你不吃啊？我要干椰子汁，好吃啊。我不要杯子哦。嗯。姐姐好吃的英文都有背。你不要管他。我们管好自己就行了，好吧？不要一天叫我们吃饭。那为什么那一天你要管我们？我什么时候管你了？念英文。念英文。嗯。我不管你，因为你都没有在念。OK。但是你现在也没有管姐姐。外面灯怎么那么早开？外面灯为什么这么早开？我开的。他开了。是怎样具体的哦？他开出来了。管它好不好吃，先吃甘蔗再说。冰的比较好吃。嗯？啊，妈妈，她早上起来，我奇怪，她怎么会帮我摆那个餐具哈、啊？因为怕你累呀，对，这是我今年吃的第一次甘蔗，是不是第一次买？嗯，没有。你买过吗？我没有买过哎。妈妈，你知道从哪一边会吃比较甜吗？从头啊。对。我还以为你要玩电脑嘞。
甘蔗超好吃的，但是没有那么甜哎，应该是那个有叶子的那边。明天我们就要出去玩了，太烦了，不会了。你一定要拍，对不对？拍什么？视频啊。要拍啊。因为这是最艰难的时刻。最什么的时刻？最好的时刻。最幸福的时刻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不拍了，要去上班了。我不值了，我要上班了，不值啊。能擦了，享受一下。要擦了，现在享受，待会儿就不享受了。我跟你讲。能擦了。我要去洗菜了。叫我帮你做。嗯。叫我帮你做。你倒帮我。叫爸爸。我还想说你怎么帮我嘞？这不太甜。我会洗菜。我刚刚不够给你。洗菜超简单。这个鞋比较硬。阿豆家比较甜。杨小豆家啊。啊，阿豆家比较甜，有可能，因为阿豆家炖的比较久。我吃完就吃完。哦。嗯。你刚急着吃、啊。我不急不行啊！我要赶快吃一次，赶快上班啦。我晚上说他在拍一个给他看，他旁边他那边有个机板，那我看到了。我们家冷气今天坏了，昨天坏了。干嘛？冷气坏了一台。嗯，困。那个，那台坏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有一股焦味，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味，然后呢？我看了所有客人的锅底都没有烧东西，然后就发现冷气开不了了。基板而已的。基板坏了。消耗品。你还以为东西烤焦了？吃完了。工作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的话去洗菜了。拜拜，你们好好享受吧，我不跟你们吃了。亲我一下。亲你一下。嗯。嗯。喷手吧，这是。不是。这个。CIL， 喷手 ，PENCIL， 喷手。哦。那你们先写功课，吃早餐哦。我先去。去上班了啊。在摆菜盘啦，先剪一剪。好，结束，打完了。
把它的囊已经挖掉了。上一次我买了苦瓜，然后呢黄了，对，整个全部都黄了，所以呢我不喜欢，这次又买了一个趁热。我现在把它切成片，老婆有开的，又开了，我没有开，撒盐去骨，揉搓，我看心情，就一直反复的揉搓按摩，让它的苦味跑出来，让苦瓜汁跑出来，就让它不要那么苦。看看这是不是我小时候吃过的苦瓜的味道。你手洗了没？啊？手洗了吗？刚刚有啊。手洗了吗？刚刚有。有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不用再拉了。在修冷气，这冷气什么时候修好啊？等一下，看一下。好。我不要自己洗心啊，亏啊你啊。你先亏。居然坏掉了，恶心。冷气呢？这个时候还没修好，那我现在趁这个时间给大家煮一个苦瓜。先把这个小鱼干跟蒜头倒进去，让它先热过一下。油已经先放下去喽。灵魂了。来，接下来一定要加辣椒，不然就对不起我自己了，就没有兴趣，我觉得。黄晨。天哪，我的菜炒好了。我还挺意外。这是苦瓜炒小鱼干。你老爸觉得不把东西用太油腻。好吃。有朋友问我说，中元节今年有没有拜拜？那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中元节那天我在干什么。我们现在已经在过七月半了，就是每个家里面几乎都会摆一个桌子，然后摆上你自己喜欢吃的零食，然后呢放桌上来这样子祭拜。然后我们这是金纸，烧金纸的炉子，大家都已经在准备了，哎，今天我们家不拜，其他邻居都已经在拜了。我们今天有拜，我们是拜神明厅。我们拜过神明厅了，对对对。今年外面就不拜了，烟雾缭绕。好了，我们走呗。哎，小弟啊，挂了，今天挂太阳了，好啊，你。
明天我再来逛。好。我需要一碗白饭。你为什么没有吃苦瓜？我刚有啊。有吗？嗯。你要多吃苦瓜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嗯。我才不要被你养成吃超辣的辣妹。辣妹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江喜你。影片到我就差不多结束的哦。如果你们喜欢黄阿的影片的话，就记得帮我按赞、跟订阅还有分享哦，感谢给你们哦，拜拜。